Hello，大家好，我是崔宇。我们 M300 的新版的 Pilot 的软件就要更新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化。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仿地飞行，那仿地飞行谁来用呢？就是我们的 L1 和 P1。我们重新的把这个仿地飞行的算法进行了这个重构，让我们仿地飞行效率更高，尤其是对 L1 来讲的话，OK，然后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那到底提高了多少呢？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是给大家测试一下我们新版的仿地飞行，它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这是我们飞机在作业，现在执行作业的就是我们的凯强老师。那凯老师，大家的招呼。好，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采了这个测距的这个 DSM 的数据，现在的话，我们飞机在执行这个仿地飞行。那我们今天的话，其实测试的就是新老版本的这个仿地飞行的效率对比。那我们用的其实是同一个区域、同一个航线，然后来飞行的。到时候我们看看最终飞行的这个时长，给大家之后做一个统计的汇报。这是岳老师的。哎，凯阳老师，那我们新版本的这个软件，它为什么说是效率会更高了呢？因为仿地的话，它会把整个航线拆分为多个那样的一个航点，然后在每个航点的地方，它会减它的一个速度。然后我们这次的一个提升的话，主要就是说把我的航点的数量给它减少了，让整个航线变得更加的平滑，这样我会以一个较高的速度把它整体的这样给飞过去。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有一个小山凹，然后那个山的起伏很小，只有十米的这样一个起伏。原来的话，我们会严格按照这十米的这样一个航线来进行一个仿，然后也会先把速度降到零，然后再把速度给拉起来，这样来做一个仿地的一个航线的一个飞行。而现在的话，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相对平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直接过去，以一个较高的一个速度，不会先减速再加速，直接以一个最高的一个速度直接就这样过去了，这样在保证我们的效率和保证我们的精度的一个情况下，效率得到了成倍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预测一下我们这个效率，我们这个测试大概能提升多少呢？这个得看测距的一个大小，以及我的那个整个航线那个整个航线内部的那个地形起伏的一个情况。最大的一个情况应该是能提升50%以上吧。然后当然，如果你这个地方本身就很平滑，那可能那个升级前升级后都没有太大一个区别了。凯老师，我们昨天的测试结果怎么样？我们的效率到底提升多少了？昨天在同一个测区，我们用上一个版本飞的话，飞行了27分钟，然后用 V4 这一个新版本飞的话，16分钟就飞完了，整个效率提升了41%，这也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我们抓紧时间，打开我们的飞机，赶紧把我们的这个新的部件升起来，先用起来。好，我们下次见。